我是鄭志山，香港合唱指揮比賽最後五強。你和我都一樣，在會講說話之前就已經會唱歌，唱下唱下就去唱合唱團。我很感激我身邊有很多前輩，在我唱下唱下的途中給機會我去指揮合唱團。人聲是最細膩亦都是最多變化的樂器，它同時之間有很多限制，但是也都有無限的可能性。每次排練和演出就好像雜戲一樣，合唱團和指揮經歷同一個樂曲，同樣的旋律和聲、心跳和呼吸，同大自然、場地和觀眾互相呼應。講到最有成功感和最滿足的時刻，當然就是在合唱團和觀眾的面上面見到微笑的時候啦。這個亦都是我選擇成為合唱指揮的原因。